卧室啊。卧室什么？卧然。啊，卧是什么？斜卧。啊，我们的思想见解错误了，叫邪知邪见呐。卧是造食卧业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其余卧口，意贪嗔痴。我们现出相，怎么会现出好相来呢？相是随心转的嘛，心好相就好，心恶相就恶。我们看人，如果你冷静一点观察人，你看那个人容貌很清秀很善良，他心善啊。你看那个相貌很凶恶，心恶，相随心转啊。你喜欢的时候那个相很好看啊，你不喜欢的时候的相好难看啊，这很明显啊。那这一个人的相不一定啊，刹那刹那在变啊。只要你观察入微眼，你就完全明白了啊。什么人的相不变呢？佛的相不变。佛佛道同，佛的心是到真正寂静的，这个里面叫体缘沾寂，他沾寂到的达到圆满了，不变了，所以佛的相不变的。菩萨的相没有达到圆满，所以菩萨的相还有变，但是变得少了，这个幅度小了。那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也是如此啊。如果你的生活很清净，妄想很少，你的变化了就不大。如果你每一天妄念很多，思想很复杂，你的变化就很大。我们世间讲老化了，人为什么老了？那古人说得很好，忧能使人老。你为什么老了？忧虑太多了。尤其是人上了年岁了，老得特别快。什么道理呢？老年人患得患失，得失的心呢，格外的执着。那年轻时候他还没想到啊，年老的时候怕的是没有人养活了。哦，那对这个财务上那个执着非常严重啊，天天都是想这个，日夜都不停。哦，老得好快啊，这老化了。所以你想想古人讲这个话了，非常有道理。那如果你没有的事情，心地清净，心地自在无为，这个人呢，虽然年岁一年一年增长啊，不容易老。我们细细观察，有很多人年岁大的看起来很年轻，有时候年岁很小的看起来很衰老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心不一样啊。一个心清净，一个心不清净。一个忧虑少，一个忧虑很多。道理都在此地。所以于心作相，和合而有。共生共灭是什么？这个相。相的生灭呢，是跟着心的生灭。这佛经常讲啊，心生则种种法生啊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同无有住啊，心无有住，所以相也无有住。
这一切境界随心所缘。